妈妈，你上来看到什么？看到了乐天世界乐园呢，就在这边一大区块，太棒了！我现在在韩国首尔，这里是韩式站出口的首尔天空乐天塔，这是一个刚开幕没有很久，算很新的，在韩国这边超高的一个塔哟，听说是世界第三高的样子哦。我们已经迫不及待想上去看看现在的风景了 ，Go Go！ 我们已经事先呢在网络上呢有订好票了哟，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等待一个换票过程就可以进去了。Go go！ 刷好 QR code， 我们就进来喽。哇，这上面是什么？好漂亮啊！最高景观大楼那个照片啊，但你如果要说不要拍的话，可以不用拍耶，多善良。因为拍了就会想买嘛，对不对？他说不要拍，可以不要拍哦。Sky Shuttle Elevator， 所以它是一个超高速那个电梯，就对了。好快的速度啊！你到刚影片大概时间才一分钟，瞬间抵达一百多楼，对，超快的。什么？看到了乐天世界乐园呢，就在这边一大区块，太棒了！这里是韩国最高的观景台哟。其实白天或是晚上来看风景都各不一样，有人推荐傍晚时间来是最佳的时间。这里呢，距离地面将近500公尺哦，非常夸张。然后呢，它这里其实就是结合了乐天免税店百货的一个区域，你只要到了一楼呢，你就可以搭乘了它的专梯上来，非常方便。好像晃啊，请问其他？哎，你们这样跑一跑，等一下它摇很晃，我跟你讲。我们往前看看。来到这里，如果你想要走天空步道，你想要走100多楼的天空。有时刻表，还有价钱哦，可以来参考一下。如果你有兴趣、有这个胆量的话，可以来挑战一下。想不想看100多层楼下面长什么样子呢？那我有点不行哎、欸。我可以，噔，我可以。我不怕。叔叔可不可以啊？不能看，对不对？顶台好吗？韩韩可以吗？我们来看一下汉江 River， 汉江，韩国最大的江。哎，这样看真的是很壮观哎。它这里啊，360度环绕哦，每一个角度的风景都不一样。来到这里呢，
这一层还有卖这种首尔塔的纪念商品哦。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超有纪念价值的，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咯。喜欢的人可以来这边看看哦。我们要前往119楼的咖啡厅，越来越高了，我们要到120楼的露天露台，野外露台啦。下楼，我准备下楼喽。롯데월드당시의야경과숙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롯데월드타워를중심으로한불꽃놀이쇼와서초호수공원등야경의아름다움을느끼실수있습니다 Now it's time to take a look at the night view. Festivals, dinner, Rotte World Tower. With Rotte World Tower.You can enjoy a variety of attractions that look beautiful during the night, including the fireworks show and sculpture night.大概会花多少时间？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吧，拍拍照差不多。果不其然，走出来看到就是，哇，镶金的镶金边，然后也有一些比较 Q 版，看起来造型比较马卡龙色的。特别方块型哦，这怎么削？用手削。走喽，出口方向在这边，左转出口。来看它真的很不错，因为看完之后这边有些门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复合式的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景点，希望你们。